现在呢到了他们空铁站了，这空铁列车就要进站了，然后一会儿我们大概我记得要坐七八站吧，到这个阿索克这一站。马上去那边找个按摩的。哎，这个刚好是我们的老师，早上那个讲师，他也受不了，要赶快先走了。这个光头，不可能啊！人还蛮多的，啊，一会下站的时候再继续播播吧。一出车站呢，就到了这个我最喜欢的这个茶店，泰国最大的连锁店吧，这个手标，ChaTraMue。买了一杯梅汁，就是这个 plum juice， 40泰铢，便宜的要死。然后他们现在调给我。待会我就可以步行，在高温下步行去按摩了。刚路过久违的这个 Burger King 啊，汉堡王。发现他们有新产品，这个是虾肉的汉堡，然后我自己一直很喜欢吃他们的这个鳕鱼堡。澳大利亚跟新西兰呢，自从那个被汉堡王集团被 Hungry Jack's 买掉以后呢，就没有这个鱼堡了，有时候只能来泰国吃一下。泰国还有一个很特色的，就是这个日本的这个田鼠啊，是红薯的这个派，我点了一个，然后现在正在等他们上。我点了一个他们这个小杯的这个果汁，要50泰铢。现在就在等我这个田鼠派了。看一下他们这边的价码是多少。这个就是他们现在主打的虾堡，原价是149，现在是89。这家因为地点很好，在树坤一路15巷，好像是新开的，疫情的时候开的吧。所以他生意非常非常好。OK， 广东卡，等下到上面去好好吃一下。所以家。Thank you.
介绍。刚砍的羊筒真的可以吃到虾子耶，推荐。趁现在打折的时候，赶快买来吃吃。